大家好，我是万方医院的物理治疗师林凯琴，在这边已经从事物理治疗的工作已经快20年的工作时间。然后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唱歌的，然后呢，在大学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念书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同学都会约去夜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都是三更半夜跑去唱歌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蛮多同学都说，其实唱歌还蛮好听的。那出社会工作之后呢，其实发现工作更忙了，参加比赛或者是表演的机会也就更少了。那刚好我们医院呢有办了几次歌唱比赛。最近的这一次呢，刚好拿到了第3名，所以想说为节目有这样医护组的比赛，所以就主动积极的去报名。那希望呢，可以让自己念书的时候呢，跟出社会之后呢，还没有参加过比赛的这一种心情呢，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发挥跟实现。谢谢林凯琴。哇，很期待哈、哦，有没有很紧张？非常。嘿呀、啊，因为喊那公头一届来都带啦啦队呢。而且还顶过做个假大丢呢，做一个大的看板呢、哦。谢谢谢谢我的同事们，谢谢、啊、非常的用心，谢谢你们。而且是万方医院哦，哈。对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凯琴是，我觉得你今天除了小紧张以外，你唱歌足好听呢，今天呢是浑然天成的一个音色，然后会当去唱到这种重感情的歌曲，展现得非常好哎，出我预料，觉得很棒，我很喜欢。谢谢，我很喜欢这样的表现。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凯琴唱歌非常的中气十足，然后听起来很舒服，而且不会担心。唱歌非常稳定，而且你有一个很好的声音。谢谢。对，感觉非常好。